右边 B 象限的企业家请别人为他工作， I 象限的投资家让钱为他工作，用什么收入？很多人说老师，那 S 和 B 有什么区别？ S 和 B 的区别只有一个，一个老板离开企业一年企业就倒闭了，证明你是一个 S 型的小老板，你在为你自己工作而已，听懂的举手。如果一个老板离开他的企业一年企业做得更好，赚的钱更多了，证明你是一个 B 象限的企业家。那 S 和 B 的区别是什么？系统，财商的五大系统让你们瞬间从一个 S 象限的小老板变成了一个 B 象限的企业家。我们明天会花一整天的时间把这套系统交给你们，你们拥有的收入会瞬间从主动收入变成被动收入。好还是不好？讲完这张图以后得出个结论，不是在右边的人能力比左边的人强，跟能力没有任何区别。给你们讲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改变了周老师的命运。秦国的开国丞相叫李斯，他从小在家里面发现家里有两只老鼠，一只老鼠在厕所，一只老鼠在粮仓。他发现他家厕所的老鼠长得很瘦小，他家里在粮仓那个老鼠长得肥头大耳。他问自己的一个问题，请问这两只老鼠是能力有区别吗？当年小弟在上蔡做小吏，奔走差事，常常嘲笑自己是茅厕中的老鼠，厕中鼠梦寐以求的就是做粮仓中的老鼠，虽然同是鼠辈，相去则不可以道理计了。如果把厕所的老鼠放粮仓，粮仓的老鼠放厕所，有没有可能这两个老鼠的命运会截然发生改变？知道你为什么穷吗？因为你是那只在厕所的老鼠。知道我为什么比你有钱吗？因为我在粮仓。谢谢。我记得周老师有一个弟子是在富士康上班的，结果上了三年，他来复训有一次问了我一个问题，老师我上了你的课，我咋收入还没有提升啊？我说你在哪上班？富士康。三年前在哪里？富士康。今天呢？还在富士康。我说你在富士康一个月工资多少钱？他说5000。我说你觉得周老师有没有能力？那一定比我有能力。如果让周老师去干你那个工作呢？他说老师那你也是5000。我说马云厉不厉害？那马云太厉害了呀，老师。我说那如果让马云去做你那份工作呢？他说那他也是5000。跟能力没有半毛钱关系，跟你在哪有关。同样是一瓶矿泉水，在地摊上卖也就卖2块，在五星级酒店可以卖30，在沙漠里可以卖20000一瓶，你信吗？同样是一瓶水，位置不一样而已。你之所以穷，因为你在左边，我之所以赚的钱比你多，因为我在右边。在右边越成功，越有时间，越有自由，还也赚的还多。很多人说老师啊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我一定要去右边。去右边只有2条路，第一条路创业成为企业家，第二条路投资成为投资家。知道为什么李阳老师那么大的腕儿要跟我学习财商吗？李阳老师听到这儿的时候泪流满面，握着我的手，周老师，我出道火遍整个全中国的时候，那个公司还不会盈利呢，新东方。但是因为我没有财商，所以我公司叫李阳疯狂英语，所以我就靠我自己讲课才有收入，所以我到现在还是靠自己。我一直在左右 S 象限，我只要一停止工作就没有收入了。但是今天的新东方已经上市了，俞敏洪身价不太多，也就200多亿而已。我后悔呀，我当年没有听你的课程啊。我说你后悔也没有用，当年我在工地，你听我课程干啥？也就是今天听也不晚。所以活到老学到老，李阳老师都在学习财道，你说你不学能行吗？很多人说老师你讲的太棒了，创业成为企业家，投资成为投资家，但是创业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呐，对还是不对？对个屁对，对啥对啊？为什么在中国创业这么难，10创9亏？为什么在国外创业这么简单，人均创业率中国的80倍？大学没有毕业创立了几十名的企业，苹果、微软、谷歌、Facebook， 为什么？
想不想像周老师一样，没有钱也可以白手起家赚到第一桶金，然后开始投资，过上财富自由的人生？想还是不想？明天再讲。我们明天一整天的课程，从早晨到中午到下午到晚上，是周老师一个人本人讲，好不好？我正式宣布，今天一天讲的都是废话，开场白，财道还没有开始，从明天正式开启财道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文强老师。如果你喜欢本节目，现在只需要支付199就可以观看本节目的完整视频。周老师等着你，我们一起实现财富自由，一起实现人生梦想。